视剧《天盛长歌》迎来大结局，粉丝从电视 CP 站到真人 CP 直呼两人太配，请原地结婚。陈坤自出道以来绯闻鲜少，传过绯闻的也都结婚生子，虽然有一个儿子却至今单身，而倪妮则刚跟井柏然分手，男未婚女未嫁，难怪粉丝们这么激动，希望他们在现实中也能在一起，去甜现实更甜。在现实中陈坤和倪妮的互动也从不让粉丝失望，自节目开播以来低调人陈坤在微博上突然活跃起来，先是发电视剧情的动态宣传新剧，再是和倪妮甜蜜互动，在微博中狂秀恩爱，疯狂互怼，简直像被盗号陈坤。粉丝们一边深陷剧情，一边疯狂吃瓜，一个小裁缝，一个小狸猫，可真是甜啊！而在快乐大本营中则是甜疯了，二人不仅牵手出场，更是害羞对唱，甜蜜对视，倪妮更是用剧中陈坤饰演的角色名字改编歌词，甚至比剧中更甜。本观众已脑补了几万字言情小说了，从剧中 CP 站到真人 CP， 现场花絮那是必不可少的，可起来也是甜到倒牙。杀青和赵看起来也是爱意满满，倪妮在接受采访时也说，我怎么现在还没出戏呢，我表示大家都是这样想的，什么时候能看到倪妮和陈坤公开恋情的热搜就好了。男才女貌配一脸，根据各个方面的表现，你觉得他们假戏真做吗？我只想说，这一对 CP 请原地结婚并锁死，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，谢谢。